有费玉清跟张飞主持那个节目，对对对，两个都有，我都听都没听过。第三个是这个嘛？打开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圆圈圈黑的，澳门最有名的那个葡式那个，谢谢你啊！情侣不能一起进去会分手，对，但是没有啊，你去看看呢？对啊，你跟你男朋友去多久了？ 很久，一年前了，还没到。锁定天才冲冲冲。